脚这样吊着。好像是我去佛堂吧，我就看到一个光盘，拿了回家看，就是杀那些动物啊，很残忍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东西挺恶心的，就是那个他们吃的食物，其实也就是由死了的动物的尸体制作成的饲料。如果我把它想象是人类的话，其实就是人吃人。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改成素食者。我是周木君，我今年6岁，我吃素6年，因为我在妈咪的肚子里从小就吃素了。65秒就好了。我孩子出生以后，我有给他们喝母乳，但是我的母乳不多，所以说我有额外买婴儿的豆粉。然后随着他年纪再大，我就再搭配五谷杂粮进去给他们喝咯。好喝吗？牛的牛奶是给牛的 baby 喝的，羊的羊奶是给羊的 baby 喝的。我是素食宝宝，我喝五谷粉。人家浪浪做五标，五标他的豆腐，还有六。孩子能不能吃素，其实就是父母是关键，因为都是我们准备食物给孩子的嘛。当然。我们也要注意那个营养的均衡，这个很重要。带他去丽江那个雪山，玉龙雪山，他竟然好像是穿着拖鞋是吧，我记得就是不穿袜子了，然后他也没什么问题，不怕冷。妹妹，我曾经跟我妹夫聊过为什么吃素这个话题，我没有想到过不久以后，哎，他也成为素食者。吃素以后哦，那个皮儿啊，他的身体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穿山跑了4.5小时，他觉得吃素了吃肉的人感觉做运动好像都是一样，没有影响，他不能做运动。I'm so happy for you both. 巴刷，我看到他们杀那个鸡，那鸡流血，我觉得很臭很怕。希望大家一起来吃素。